如果我把核潜艇的飞弹拿出来安装在其他的武器里面，会是什么效果呢？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幽灵，今天咱们这一期来玩一玩有趣的投掷物啊。首先咱们需要建立一个啥也不是的角色，然后随便挑选一款投掷物，接着把石头换成飞弹。今天咱们就给巨人武士好好的来上一课，接招吧小巨人。我操，Nice。 刚刚咱们只是小试牛刀，咱们重新再创建一个啥也不是的角色，然后给他加上一把加特林。我去，虽然打出来是非常过瘾的，但是我的电脑现在是扛不住了。现在咱们看到的是一辆拥有魔法效果的神机舰，它可以一次性射出各种元素的魔法药剂瓶。哇，这个效果简直太酷了，这些元素攻击的附加效果也是非常强大的。当你在战场上拥有这样一辆神机舰，再给它送上一支拉拉队，还怕什么人海战术啊？这个海盗小哥刚刚给他的碎发枪附了一个魔，你看看这一发夺命火焰射出来，盾牌都能给你烤化了。说到这儿，不来点烧鸡那是说不过去的。那么本期的视频到此就结束了，我是幽灵，咱们下期再见。